300，300魔力也是多。来，我们中路加罗，太冲加罗啊！然后这是我们的符文页，我们符文页最后两个会随来，我们中路加罗，对到的是牙膏。像这边，像这一场其实可以在这边塞一个红眼的。 但是我就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让人家赚三百块。你要就是拿一朵花来换。Such a busy world. 你看你聪明啊，还有火啊。 Wait until my seeds take root. The harvest is upon us. 他这个会玩了。 So much more to see. Death is in bloom. 这边就三等了。我好强哦！我打不过他。 他好强，他好强哦！我刚刚那边又该回家，然后此时不回家就被他Q闪点了，秀了一波，但无所谓，我们还是有荣获的。 很好强哦，他真的很强，一剑破红，一剑。这个，好强。 在这里有意，感谢那个牙膏的猴戏。他想，但是有点鲁莽啊，就是他觉得他可以救。 他那个血量没有打好啊，没有打好情况下你要秀什么？秀下限，等于说他秀下限。
On my way.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有弱外挂。但是他真的很强，他应该有开普。Your team has slain the dragon. So much more to see. Ally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Ally slain. Turret lost. Choke the life from that. Engage. Such a busy world. Retreat from the enemy champion. Enemy killing spree. Just a hundred skins.
Shut down. Destroyed.好烦哦！啊！不啦，哦，白痴哦。Double kill. Wait until my killing spree. This guy 真的超强，你看，你看。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 靠腰投降。我觉得就是吃巴龙这个点啦、啊、你在13分钟只吃巴龙，对方的战力会很低。那、啊、那个牙膏应该是嘴炮啊，不是牙膏在嘴炮，就是在反正他们一定在嘴打野还是什么的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我没想到凯尔打野会比较好，会比线上好。你看，我们只有8700哦，我们只有8700，我们打的伤害不输于10000多的人哦，所以就是这个套路有点恶心啊，有点白痴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牙膏，白金三而已耶，但它的熟练度很高啊。应该是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哗啦哗啦。